在2500年以前，释迦牟尼佛带领他的弟子们居住在舍卫国的奇缘精舍，说法修道。有一天初夜时分，佛陀全身放射出金色的光芒，照亮了整个舍卫国。今天的法会中有1000位菩萨，最初成佛名叫居留孙佛，最后成佛名叫楼智佛。世尊，您曾说过，阿逸多尊者将在您之后成佛，但这位尊者现在只是凡夫之身，没有断除三界烦恼，不知他命中后将会投生到什么地方呢？他虽出家为僧，但是不修禅定，不断烦恼，而您却授记他必定成佛，那他命中后到底会生在哪一个国土呢？我现在就为大家宣说，弥勒菩萨将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果的预言授记，你们要注意仔细地听，并且好好思考。弥勒菩萨从今12年后将会命中，转生于兜率陀天。修行布施的天子，他们建造了很多宫殿，来供养这位一生补处的弥勒菩萨。我们奉上无价的宝珠天冠，来供养这位发大心的弥勒菩萨。他将于未来世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。如果我们能在未来弥勒佛国得到受记的话，就让宝冠化成各种供养的器具。
放射出绚丽的光明。光明中画出的宝树与天女，奏响了无上正法之音。树上晶莹的果实也在流淌慈悲的佛法。宫殿的围墙上有许多龙王围绕，他们降下宝树来装饰围墙，随着风儿吹动，宝树震动作响，演说着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的道理。如果我的福德能为弥勒菩萨建造一座讲述经论的善法堂，那就请让我的额头上自然涌出宝珠。这位名叫劳度拔提的护法神发完誓愿后，额头上就自然发出各色宝珠。之光又变成49层美妙宫殿，宫殿的栏杆由无数颗梵摩尼宝合成，栏杆间画出无量天子天女，他们都手持无数的七宝莲花，每朵莲花上放出无量光明。天女们起舞歌唱着十善业与四宏愿的法义，让兜率天的人们听后都能发起求证无上佛果的道心。这摩尼宝宫中有珠宝装饰的八色琉璃水渠，
美德妙味的水。这些水绕游于宫殿梁栋之间，在宫门外化成四朵水花。水花上漂浮飞舞的天女像菩萨般美妙端庄，他们手持装满天上甘露的珍贵宝器，左肩佩戴璎珞珍宝，右肩持有乐器，时刻在赞叹菩萨所行的六波罗蜜。如果有人往生到兜率陀天，自然能得到这些天女的侍奉。这摩尼宝宫中有一个黄金七宝装饰而成的狮子床座，四角有四朵莲花，发出百亿光明。这些微妙的光明变化成缀满花朵的宝藏。天王天女们都献出各种美妙的鲜花和宝物，将宝藏装点得分外庄严美好。摩尼宝宫的四角有四根宝柱，宝柱上有亭台楼阁相连串接，犹如脉络。楼阁中容色美妙的天女手拿乐器弹奏乐音，述说着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的道理。兜率天宫有无数的宝色光明，每位天女也同样有无数宝色光明，十方无量的天人都发愿命中之后能生于兜率天宫。兜率天宫还有五位护法大神，第一位大神名叫宝床，降下珍宝，化成乐器，悬在空中，不需演奏就发出美妙的音声，示乐众生心意。
瓜德，他能降下花朵，化成花盖床幡，弥漫覆盖宫墙之上。第三位大神名为香音，它能发出旃檀香云，化作百宝颜色，冉冉而生，围绕宫殿七圈。第四位大神名为喜乐，他能降下如意宝珠，挂在床幡之上，来显说皈依三宝、受持五戒的功德，宣说无量善法，丰饶利益发菩提心的人。第五位大神叫做正音声，他的身体会流出水滴，每滴水上有无数花朵，每朵花上又能够发出美妙音声的韵律，这种音声比他化自在天魔后的一切音乐都要动人心弦。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做兜率陀天，是修持十善业者所照感的殊胜美妙处所。我就用1680万年的时间，也不能将一生补处菩萨和修持十善业者的果报说详尽，今天只为你们简略解说。若比丘僧尼或一切大众中有不厌弃三界生死想求生天界的人，敬仰无上菩提佛果的人，想做弥勒菩萨弟子的人，不必急于断尽烦恼、出离三界，而应当精进修持五戒、八关斋、具足戒和十善业法，然后如上所述的思念观想兜率陀天美妙快乐的境界。这样修持与观想，就是正确的观想。若做其他的观想，就是邪谬的观想。世尊，弥勒菩萨将在什么时候于此世间入灭，而转生兜率天上呢？弥勒再过12年后的2月15日将回到他出生的地方端坐而食。
全身舍利，如同铸造的金像。这时候，兜率陀天的天子们建起美妙的宝塔，来供养全身不坏的舍利。随意自在地住于弥勒菩萨天宝观中。弥勒菩萨的双眉间有一根白毫相光，能放出瑰丽的光彩。它有32相、80种好，浑身放射出艳丽的光明。弥勒菩萨与兜率天子们坐在莲花宝座上，昼夜讲述佛法修道。一座说法后，就让500亿天子于成佛路上永不退转。就这样，弥勒菩萨日日夜夜教化所有上升到兜率陀天的天子，一直经过人间56亿年后，方才下生，成就佛道。我离开人世后，四众弟子，如有人能勤修功德，威仪不缺，清扫佛塔佛堂，用香花供养三宝，或者深入修习禅定，读诵经典，这样的人应当至诚专心，细念弥勒菩萨形象，称念弥勒菩萨名号，虽没有断除烦恼，却如同获得6种神通一样。如果还能短期受持8关斋戒，修清净业行，发广大誓愿，命中后立刻就能上升兜率陀天。善男子啊，你在人世广修福德善业，现在转生到这里，这里就是兜率陀天，
萨是这里的天主，你应当发心皈依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两眉间的白毫光明，能清净九十一劫生死重罪。他根据个人的因缘，演说殊胜的佛法，使他们坚固道心，于成佛的路上永不退转。像这样能清净身口意三业，修持六世法门的众生，命中时毫无疑问会生于兜率天，见到弥勒，将来随弥勒一同下生于人间净土，是最先听闻佛法的人，还能在贤劫和星宿劫见到一切如来，并得到未来成佛的受记。我离开人世后，有缘听闻弥勒菩萨名号的大众，若能心生欢喜，恭敬礼拜，此人命中之后，弹指间便能上升兜率天宫，甚至只要听闻弥勒名号，命中后便不会堕于黑暗荒蛮之地，或是邪见造恶家庭，而能长生具备正见且不谤三宝的和睦之家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犯了戒律，造了恶业，只要听闻弥勒菩萨的名号，就五体投地诚心忏悔，一切恶业就会迅速消灭清净。未来后世众生，若听闻弥勒菩萨的名号，而能塑造他的形象，用香花、衣服、僧盖、床幡去供养礼拜，并细念菩萨名号，此人命中时，弥勒菩萨会放出白毫相光，与天子们一起来散花迎接此人。此人对弥勒菩萨礼拜后，还没抬头，就能听到菩萨讲说佛法，当下于成佛路上正得不退转，在未来世还能见到诸佛如来。你现在仔细聆听，弥勒菩萨在未来后世是众生能依靠的大皈依处，若有人皈依弥勒菩萨，此人必定于成佛路上不会退转。当弥勒菩萨成佛时，这些皈依他的修行人见到弥勒佛的光明，就会得到成佛的受记。我离开人世之后，四众弟子及天龙鬼神等，若有愿生兜率陀天者，
应当细念思维弥勒菩萨名号与形象，观想兜率陀天的美景，持守佛陀的戒律，在一日到七日间思念十善业，广行十善道，并以此功德回向生于兜率陀天弥勒菩萨前。作此观想时，若能见到一位天人或者一朵莲花，能立刻称念弥勒菩萨名号，此人能灭除1200劫的生死重罪，甚至只听到弥勒菩萨的名号而能合掌恭敬，就能消除50劫生死重罪。若有人恭敬礼拜弥勒菩萨像，能消除101劫生死重罪。就算没有转生兜率陀天，未来弥勒于龙华树下成佛说法时，这些人也会直遇弥勒佛而发起求证无上佛果的心智。我们今天在佛陀面前发下真诚的誓言，愿我于未来世能够直遇弥勒菩萨，当此生命终后皆能上升兜率陀天。弥勒菩萨前，被弥勒菩萨接引摄受。阿难啊，你要一持我说的话，切勿忘失，为未来世众生开启上升兜率陀天之路，让大众了解成佛之道的真相，不要让众生断了成佛的种子。这部经的名称就叫做《弥勒菩萨般涅盘经》。